掌法搞偷袭，当时的国民党也确实没有闲着，经常在沿海地区搞偷袭，这也让共产党勃然大怒，尤其是在1953年的时候，甚至还爆发了东山岛战役。当时的国民党这边也是拼了老命，把自己的士兵和军舰全都派了出来，想要把东山岛给拿下，同时也想要通这里给共产党一点颜色瞧瞧。当时的蒋介石十分的聪明，他知道依靠自己的力量想要把共产党给打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也一直在想方设法的讨好美国。就在美国这边以为利用蒋介石作为自己的棋子反攻大陆是完全不在话下的时候，蒋介石这边又和美国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当时在我国和印度爆发冲突的时候，美国觉得这一个机会是绝佳的，我国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和印度抗争的战场上，肯定没办法处理其他的事情。这时候的美国主动找到了国民党，让他这个时候直接发起进攻。但当时的蒋介石在听到美国这样说之后，他的脸上却露出了不愉快的表情，还表示这时候自己绝对不会发起进攻。听到蒋介石的回复后，美国这边彻底傻眼了，不是前几天还在找自己帮忙反攻大陆吗？怎么现在突然变了一个人？这就还得从60年代初期开始说起。当时的蒋介石看到自己被驱赶回了大陆，他的心里是非常不爽的。而恰好这个时候，大陆的发展又不容乐观，对外的话和苏联的关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曾经的老大哥现在带头在国际上针对大陆，而国内的话情况也不容乐观，出现了3年的自然灾害，许多人吃了上顿没下顿。看到这样的好机会，蒋介石这边怎么可能置之不理，他主动找到了美国，希望美国能够帮助自己。但当时的肯迪尼在听到蒋介石的国光计划后，他觉得这简直是一派胡言，觉得蒋介石想的太多了，所以他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一个请求。直到2个月后，他发现我国和印度撕破了脸皮，这才让美国觉得机会到来了。当时我国和印度的矛盾已经格外的严重了，这一切都是印度这边挑火的。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印度这边就开始不断挑衅我国的领土，甚至还掠过我国的边境，想要把我国的领土占为己有。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国并没有想武力解决问题，而是好好的和印度再说，希望他们能够改变自己的这种行为。当时的印度或许是觉得我们好好和他说话是害怕他，所以印度在我们面前变得格外的嚣张。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国的领导人也是忍无可忍，明明给足了他面子，但他却不珍惜。于是我国的领导人也表示不再容忍，在国际上对印度进行了严厉的谴责。看到这样的情况，蒋介石这样做，做得正确吗？